华茂旗下的发展项目西半山大学阁位于旭和道42号。项目原本由四座住宅大厦组成，其后重建为三座住宅大厦，新近以招租形式推出。项目提供75个单位，标准户型由3房双套连多用途房至4房双套连多用途房。项目设有3个顶层天台特色户，实用面积约3200方尺，间隔属于4房3套。西半山大学阁提供72个标准单位，实用面积介乎1530至1600方尺。我哋而家听嘅示范单位系第一座9A室，采用4房2套间隔。客饭厅属于长形开积，间隔实用。客厅可以放置梳化、茶几，空间仍然宽敞。饭厅可以摆放6人用的长形餐台，外连流线型露台。单位加入不少智能家居元素，客厅同套房采用了电动窗帘，住户只需要按下个掣就可以落帘。厨房采用紧厨设计，配备雪柜、煮食炉等家电。储物室连独立洗手间亦设于厨房内，可以俾户主用作工人房。睡房方面，主人套房放置双人床之后，仍然可以三边上落床。房内设有衣帽间，主人套设备有淋浴间同浴缸，同时配备双面盆。两间睡房间隔是正，设计师将其中一间睡房设计成书房，另一间套房位于客厅的另一边。房间开积实用，套设亦备有浴缸，但就不设通风窗。我哋而家听嘅示范单位系西半山大学阁位于第一座16楼嘅天台特色户，实用面积3200方尺，属于4房3套间隔。单位位处顶层，除咗可以外望冇遮挡嘅维多利亚开仁海景，仲享有翠绿嘅龙虎山山景。开积大致与9楼 A 室相同。其中客饭厅设有开放式工作台，户主可以用作吧台招呼亲友。主人套房设置2组嵌入式大衣柜之后，空间仍然阔落。单位另设有2680方尺天台，当中备有私人泳池、BBQ 等设备。